18岁，一个18岁的女孩，多好的年华呀！今天的热搜你看了吗？恒氏集团董事长性侵女学生，你知道背后的真相对不对？20万，开始。对于王世宇来说，强奸这个词根本就不成立。 有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，有很多材料可以佐证。王世民带走了张小穗，你想做什么？做点有挑战的事儿，你需要舆论的关注。王世民要什么身价呀？他怎么在我们单位上做出这种下场后果？如果你不希望我成为下一个张小穗的话，你把那条视频删了吧。 张小穗可能不是第一个。我要让王世民出来。东市的贪污，大恶都潜伏在水面之下。先把风波压下去，追加投资，双倍。我不是你的舆论工具，还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。 会不惜一切让你闭嘴！你会替我讨回公道！不要在报纸上把我们家名致敬！我要把它挂在热搜上，游街示众。可以签了。